我发现人到了某个年纪会开始注意钻石，非常奇怪。杨丞琳赏 Tiffany， 享受四克拉的甜蜜负荷。Tiffany 经典六角镶嵌钻戒今年欢度130周年，14日在台北101举办主题展。女新娘陈琳身穿香槟色礼服，手戴4.06克拉、要价逾1500万元的 Tiffany Satin 钻戒亮相。甜蜜的负荷就是这样子来的，它非常的重量级，它真的是美到令人窒息，因为很少有机会可以这样子近看钻石的切面，它的光泽。被 Tiffany Satin 的美所震慑，会不会兴起收藏的欲望呢？收藏珠宝要多辛苦。我其实比较是在看艺术品的方向在看这个钻戒耶。因为我这个人真的是比较理性一点，没有幻想过钻戒这件事情。我是真的没有幻想过，万一天有一天你意外收到了，就是你会很有压力，或是不会。意外收到不是很好吗？但是要看那个人我喜不喜欢他。你先生送那个 Tiffany Setting 退休了吧？哈哈哈哈，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时尚动新闻，我看了他好几次，应该都配几张票。今天还没自拍。报道。